入餐具，别浪费，完了别的别重复使用就好了。那么钥匙什么，你要不包括其他的对，你们。我给你吃啊！哦，完了那个，好吃啊！想吃生蚝的话啊，先吃一点点肉，吃点什么？你要不是生蚝，你就没了。绝对安全啊！我每次吃个二三十个生蚝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先吃一点点肉，就不容易那个。对啊。先去这一个。上去呗，上去呗。他在哪来？啊？啊，这样好不好？海鲜，海鲜大餐。嗯。上去呗。咋碰到嘞？这回事？嗯。真嘛？对不对？嗯。这，那这怎么办？好。嗯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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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是人生蚝。嗯，你要不要吃生蚝？他真的讲海鲜，哎，对对对对啊。加冰。